人世间有诸多的遗憾，但你却不得不顺从自己的命运。我的遗憾是没有跟一个人好好一起过上四节。 城楼上的陌生女子，冥冥中像是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你来了，这一切根本不是我回到10年前那么简单，而是我们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相遇彼此，初见。 你干什么？这是圣国上四杰的信，有枝沾雨，伏羲去。沈不言公子亲戚，当我写下这封信时，我终于可以不再忐忑，不再顾，终于可以把藏在心里的一切都告诉你。我们并非萍水相逢。 而是你一直都出现在我的身边，一直都出现在我的身边。我真的走了，我走了，可不回来了。我知道，沈不言，我原来难道你还未看清这宿命？ 一切记忆无从更改，我只记得那日我说过，一切都会留在这里，与你共同面对一切艰难险阻。我呢，下辈子希望做一个寻常的百姓，看遍人间烟火，做一个逍遥自在的女人。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无奈在上皇后，信物在此。 杀死你！你只是笑着问我何其。其实，我更喜欢走在街上，就像他们一样，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平平安安过一个上四年。你爱上了一个人，却不能与他长相厮守，不是因为外界的桎梏。 也不是因为他不爱你，只是因为他的过去是你的未来，只是因为我来自很遥远的地方，只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。 今生今世为你。